我车停这不错吗？那你车呀，这破车停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停这怎么了？这地方让停车呀？你喊什么呀？你看哪坏了，给你修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咱得讲理吧？你看我车，我停这都没动。行了行了，算我倒霉啊！你赶紧看看哪坏了，我给你修。真晦气！这电话摔坏，头盔摔坏。喂，老公，赶紧下楼，我在小区门口呢。我倒车故意给人车刮了。什么车呀？就一个破电动车。行，你赶紧下来吧。咋的了，媳妇？我倒车没看见，好像给他车刮了。不是，那电动车刮就刮呗，不是咱车不有保险吗？报保险就完了呗，走保险。行，我这就打电话。谁报的保险呢？啊，这儿，你看看，就这电动车。哥们，这也不电动车啊，这不机车吗？挺贵的。不都是那玩意儿吗？你就看你赶紧修了吧，我媳妇有事着急走呢。好，那行，我拍个照吧。他这车定损定完了，人家车主要求去4S店维修，这车的话估计得2万。这一个电动车去什么4S店修啊？这车是宝马品牌的，人家要求去4S店修，这啥玩意儿？2万？哥们儿，你那车就投了一个强险，最多就能报2000，这其他的费用就得由您自己承担。不是，那2万也太贵了。这么的，哥啊，车主是他，我跟他不熟，完你俩自己商量，完我走了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还没明白吗？就这件事与他没关系了，他跟你俩分手了，对不，兄弟？对，没错。咱俩现在认识不长时间，好聚好散。完，你俩自己解决一下吧。我走了。先生，你那手机摔怎么样？没事儿，电话我自己解决就行。我先把它放到最近网上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家回收旧手机价格真的高。我这台用了好几年的华为手机，应该能卖个大几百，还免费上门收货，看吧，很方便的。现在主要是把车给我修好就行。你看这事儿怎么解决呀？我这边最多能赔付2000，剩下的就得你跟车主你俩进行协商。哥，你这个修太贵了，我这么的吧，我把车卖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凑够钱我就给你。那你这意思是没钱赔了？我是没有那么多钱现在。那你没钱还不赶紧走啊？啥意思呀？这傻丫头，人家不用你赔了，让你走啊？真的吗？谢谢，太谢谢了。没事儿，因为这点事儿能让你看清一个人也值了。以后找男朋友可得注意点，擦亮眼睛。哥，你等一下，那个你有女朋友没？啊？